林贝拉小姐和雪姬存在血缘关系。这次能有机会站在这里给大家唱自己的单曲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很期待今天晚上。穿越千年只为遇见你，加入乐视影视会员抢先舔屏吧。雪姬，认识他吗？一千多年了，他还是处心积虑的想害我。救我！
雨涵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现在外面还有追兵，再忍一下。你饿了吗？雨涵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现在就剩咱俩了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啊！你在这里靠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找水喝。没事了，哎，你脸上的伤怎么也不见了？为什么要救我？雪姬，雪姬，那是好像找到我们了，我去看一下啊。所以他才那么恨我，以至于说我是恶魔，来恩山放弃了一切，带我去一个无名乡村生活。但是，其实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来恩山为什么杀你吗？村民把你当成救命稻草，想喝掉你的血，吃掉你的肉，以此来治病。莱恩山为了制造假象，骗过村民。他为了救你，才杀掉了你。十一，可以出来了。十一，跟上来。哎呀，十一，你干什么呀？会被发现的。被发现的应该是你吧。剧里不都这么演吗？可这不是电视剧，这是现实世界。李雪姬，你要干什么呀？
吓吓你。去，有本事来真的呀！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太黑了没看见，一点小伤。以后一步都别离开我。林贝拉，是吧？不对，她不叫林贝拉，这个人是你妹妹。她叫刘玉涵。这些人是这段时间被她杀害的，这些仅仅是用我的资源找到的，应该还有更多。这些人有些是别人的父母，有些是相恋多年的恋人，还有一些从小孤独长大，没有家人没有朋友，甚至连死了现在都没人知道。这些人原本可以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可是因为他们被埋在地里面，再也见不到阳光。所以你之前问我这世上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人，指的是他吗？他杀了我父母的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不可以，你这样做太危险了。李哲，我之前跟你说过吧，如果这个世上有跟我一样的人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他侵蚀别人的生命，夺走别人的家庭，为所欲为，还不被受到惩罚，这样的人是我救活的。她是我的妹妹，也只有我能解决。故事一呀，故事一，你的发布会歌都没唱一首，扔下媒体观众拉着人跑了。你这一跑倒是痛快，知道我们是怎么给你收拾烂摊子的吗？啊，来来来，你看看搜索的词，顾十一女朋友，顾十一女朋友是谁，顾十一发布会，你看看啊。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操心的艺人，还没出道搞这么一堆破事儿。你知道他女朋友谁吗？互相掩护是吧？没关系的，社长，我之前也说过，我们不会干涉艺人的私生活。这次发布会虽然出了点岔子，不过效果倒是出奇的好，大家都很好奇，热度也跟着上去了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。过几天我会组织一个晚宴，你让宣传部门多打点一下，多把关注度放在顾十一身上。十一，把你女朋友叫来吧。
闯了这么多祸，也是时候该见见了。也是时候该见一下了，一千年了，也该做个了解了。他还不知道你已经知道了。按照你说的，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也说了带你走是怕媒体乱写。你确定要去吗？当然了，宴席都摆好了，我不去的话多浪费啊。我很担心你受伤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都活了一千年了，树都该成精了吧？那你成精了吗？别戳我啊！就戳你。别戳我。怎么了？受的伤还没好？上次不是两天就好了吗？这都几天了还没好？我逗你玩呢。不想让你戳我脸。喂，怎么会还没有好呢？发生什么事儿，我跟他之间你都不要插手，离得越远越好。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，不要受伤。别闹，答应我。那你呢？我是不会死的，你忘了？走吧。没想到在晚会上也能看到你，真是意外惊喜。幸会。这位是？你好，我叫江淮。你好，我叫 Lisa。 春山跟我是很特别的关系。你误会什么了吧？我和你好像只是同事关系。是吗？真遗憾你不记得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吃点东西。走吧，我陪你去。奇怪了，十一呢？不知道。雪姬姐姐，好久不见啊。好久不见，柳玉涵。很荣幸见到各位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在这个这么重要的日子里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人。这个人是我的姐姐，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的姐姐。
她叫李雪姬，大家应该都知道的。她是著名富豪李世宗的养女，也是我公司艺人顾世一的女朋友。突然了是吗？选择今天公布也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。来来到底想干什么呀，刘远？干坏事啊！你不是很清楚吗？不过，我现在倒是很好奇，顾十一死了，和顾十一有了性欲，这两个新闻，到底哪个会先上？十一在哪儿？说话呢，顾十一在哪儿？姐姐还想跟我聊聊吗？那就聊聊吧。这人太多了，换个安静的地方怎么样？